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芦竹区区长李月潭，新的一年祝大家龙年行大运，新的一年也将率领着芦竹区公所的同仁们，以服务市民、简政便民的精神来服务乡亲，让来区公所洽公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喝上一杯热腾腾的芦竹的在地好茶，并亲切的提供服务，让您来公所洽公就像回家一样的感受到温暖。最后祝各位好运是龙头，快乐是龙须，如意是龙筋，福禄是龙脚，健康是龙身，平安是龙尾。祝各位2024年龙年一条龙，好运接龙而来。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平安，新年快乐，阖家平安，新年快乐，好个好，平安。